国庆日快乐！国庆日快乐！国庆日快乐！一拿到国旗帽，不分男女老幼，高声欢庆中华民国生日快乐！有 M 的吗？有两个，还有我同事，L一个，L一个，这是M的。去年缺席的国旗婆婆今年回来了，准备500顶国旗帽外，国旗婆婆在加码国旗衣，任何尺寸都有，要送给在场每位来宾一块庆祝双十节。有童装，有 L、M、X， 任何尺寸都有。场外瞬间满满，青天白日满地红。除了台湾人外，不少外国朋友也共襄盛举，甚至小小朋友都穿上国旗童装，认识中华民国生日。我喜欢红色。你喜欢红色？对，他戴国旗来，然后就把它弄上去，然后再加这个帽子。对，但我们太晚来了，没有拿到 T 恤。年轻人发挥创意，把国旗绑上帽子，成了帅气头巾。场外再现国旗旗海，场内气氛就一度紧张，忙赶进度。安检加严下，受邀观礼民众大排长龙，上百人挤在安检口外等进场。典礼开演前半小时，一堆人都还没到会场，好在没影响到典礼进行。另一头，一年一度的场景照例上演。双十飞国旗，还我台湾 nation， 台独精神变变身，台独精神变变身。同都两派团体同样聚集在警服门前表达诉求，警方用巨马跟大批警力将双方隔开，好在统独大战找到和解之道，现场还算和平，没有出现冲突。双十国庆这天，用不同方式表达对中华民国的爱。东森新闻张胜马恩凯在台北采访报道。